侥幸成功了你，还是坑爹呀，坑爹！人呢？郭氏的本尊呢？ 我这身子骨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海波东发誓啊，我这辈子再跟你匡扶正义，我就是你养的坑人。哎呦，海老，这次还是多亏有您了，我要回学院了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哎，你不回家看我闺女啊？下次吧，您代我问她好。哎，这么忙啊？真是。 慢点！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是要把我们的校规加入极其重要的一条。 从今日起，不管任何人以任何原因检举揭发你们的同学、同僚，即刻被开除。任何人，包括我。好，好。 之前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看到了，你们没有见过魂殿的军队，也没有见过魂殿的力量，仅仅是听见魂殿两个字，你们心中的恐惧就化作了恶念。我们没有败在敌人的刀剑之下，却被自己心中的恶念给打败了。新的圣旨将砝码定为罪魁祸首。 对于这个结果，我个人不完全赞同。他虽然贵为国师，但是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，能让我们学院，让整个斗气大陆人人惊惧不安吗？我看不见得，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猜忌、恶念，还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梗。
我们要让这股恶势力越来越大，把我们自己变成了恶人的帮凶。今天，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明白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要学会独立思考，要坚持心中的善良，要相信你们身边的朋友。 只有这样，才是战胜混蛋真正的武器。